怎么去除冰箱异味？家中冰箱使用过一段时间之后，难免会散发出一种难闻的味道，这样会导致放在冰箱里的水果和蔬菜也会跟着变味儿，因此要及时的想办法清除。说到去除味道的话，一些水果皮是非常有效果的，像柚子皮、橘子皮之类的都可以，它们本身就带有一种清香，只需要在吃的时候将皮剥掉，然后分别放在冰箱里面的各个角落，这样就能吸除掉冰箱里的异味了。除了水果皮之外，茶叶也有很好的去除异味的效果。茶叶的表面有很多的气孔，具有非常强的吸附能力，这样就可以有效清除异味了。一般只需要在盒子里面倒上一些茶叶以及小苏打，再戳上几个洞，放进冰箱里面就可以了。